南投县新英雄公所得到微风铺街经费补助，去年通过来去农业飞管，现时的进度已经差不多75%。县政府的消费和高劳动处当初间关心建造和高使用制造的强量重要，同时地方的希望同社区发动中心向下来申请合法的建筑物，县政府每件事不来谈判的。关心地方事务的长辈，市政府新义社区发展中心，因此在当建筑物本身无取得使用执照，老年会不断推动抢救工作，就建省市经费来去老年会馆，同时希望本来的建筑没得取得合法的使用执照。我们当时会申请这个新的，用意就是在于这里面的本来就都是违法的建筑物，没有办法取得证明，这些软质的补助了。社会福利园区的概念，将这块土地拨下来，把这个建筑物来作为一个使用执照的重新取得。需要的话，我们赶快来办拨用。那办拨用以后要申请建造哈，也补照。新义乡老年会馆立下限托期，未来规划二楼是抢救中心，一楼是老年健康发展场所。县政府主要为退休发展中心处理执照的问题，没关心太了的进度，希望积极来去好。那么工程已经完成到将近75%左右哈，它已经超前了，所以我们能够尽快的把它完成哈，让这一栋这个老人和文康中心能够早日提供给我们这些老人来使用。啊，你也在讲的重点是讲，该求的在讲偏激。就地合法吼，合法，哦，两片做咧用，安尼就合法。无安尼，哦，做咧路烟费，你就欠人烟，哦，到加上也都其他无参加的烟嘛，没少。用公所表示，工程安全五亿多钱，事实做好。下次办国家社区发展中心，由县政府来推手，是得变做一个社会福利园区。对新义乡老年会千万个老人家来讲，是得要国家数十个发展场所。客家新闻李鹏琪南投报道。